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曲盘听友记，各位朋友，我是陈锦昭，我是黄世豪，大家好，今天啊来是听听继续听这个邓宇贤老师好听的作品。对，给他世豪老师嘛，炸夹贼这种可能有包含啊，邓宇贤老师这种可能我们平常人比较少听到的，例如安平小调是，对啊，那其他的一些歌曲，比如说春宵吟啊，或者是像这个南风摇瓜满灰啊，是这个或许有一些旋律啦。我们讲歌名，大家可能朋友们可能有时候大家不太起来，像我最近也会有这种症状。为什么？对啊，你给他讲那些歌名哦，哎，几条歌啊，把旋律一说啊，对对对对对，这个会正常，会听。人过了四开头以后就会这样子嘛？干嘛呢？是的，是的，真假的，真的真的。是，为什么大家都点头如捣蒜这样啊？对啊，那好，好好好。你会发现那个所有听众朋友很多人一直在点头，有同感，所以仿佛我们讲的南风谣他不懂也是在装懂，好像有听过，事实上还在搜寻，对，还没有找出来这样。对，那跟我们聊一聊南风谣这首歌好不好？其实南风谣他其实就是那个在1937年的时候他 推出这个南风谣嘛。对，那其实在1937年的时候，37年也好晚了，对，已经很晚了，而且那时候其实局势都已经很紧张了。对对，那时候推出的这一首歌是由这个春春跟爱爱一起合唱的这个南风谣。那其实在1937年的时候，那时候邓宇贤老师齁，他那时候已经有跳槽到这个已经准备要跳槽到这个日东了。对、因为他在日东也有发行过一些作品嘛。是 是、那在1937年其实已经算是在哥伦比亚很后期了。对，那时候 我不知道那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对，或许是因为1937年的时候，哥伦比亚他们可能就是开始想要配合政府的一些政策，可能开始就是会发行比较多的军歌或日文歌了。那台语流行音乐可能就会比较被压抑了。对，发行量可能会，他们内部可能会认为说不需要发行那么大、有限制了，对，可能已经开始用量起来那可能邓宇贤老师他们，当然一个创作家嘛，对，我们先不要说这个经济啊，我们讲一个创作，就是说，当我一直在有心想要创作的时候，你要让我这些好听的音乐，坑在拖来的，我都传唱发行，那他也会不愿意。对，所以我觉得他到后期可能就会想要看是不是哪一间唱片公司还愿意发行这些流行音乐，是，他可能就会想要去那一间唱片公司去寻求发展。对，因为好的作品总是希望说自己的东西能够找到好的归宿嘛，对不对？对，能够顺顺利利让大家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这样。那其实南风谣这首歌，那时候我一开始收到这张曲盘的时候，其实我也不知道他跟瓜满灰他们是有什么瓜葛？对对。那我在聆听的时候，我会发现这个旋律为什么好像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对，后来我就你也知道，现在网络科技非常发达。那我后来也有去问这个，也有去查一下那个邓宇贤他们的这个资料馆，是才发现原来这两首歌是有关联的。啊，那样。对，他们是同曲。对，那同词那个词当然是后面又改版过的，对，就由这个徐秉鼎老师去改版成瓜满灰嘛，是是是，对，所以最早的版本其实就是有一样有南风谣，是由陈君玉老师跟邓宇贤老师所写的，对，这样子，对，他们两个基本上，哦，这是黄金拍档，对，就是说我认为邓宇贤老师他有三位最佳的这个合作伙伴，一个就是周天旺老师吧，没错，那再来就是这个李林秋，那再来就陈君玉老师，哇，那当然陈君玉老师他在早期的这个作品啊，有一些作品都会一直被唱片公司人认为说他的作品可能这个词义齁太深啦，哦，这样子，对，我看清你知道，所以一直都会被怎么讲，就是被压抑一些作品，可是你再到1937，甚至我们刚听到安平小调，你会发现都是陈君玉老师，了解，那这些作品其实已经非常符合跟大众的一个接地气的一个怎么讲，就是说他已经包办了这些词句，
都有那个开口了。我们已经迫不及待了呢，是不是先让我们听一下《南风谣》这个旋律跟它的声音？好，啊，我们来体验一下。这个大家可能有听过瓜芒灰的朋友，大概就可以从这个南风谣这边去找到一些他最早的源头的蛛丝马迹啦。对，不过他后来为什么会改编成瓜芒灰？那瓜芒灰其实 你会发现，我们刚刚听到那个南风谣有没有？对，他那个旋律其实是比较轻快一点的。对对，没错，他其实比较适合跳个慢，就是两个人在一起跳个舞啊。对，那到了瓜芒灰，你会发现我们现在比较知道的抒情了、欸。他我甚至认为好像有一点比较哀伤的感觉，你不会觉得吗？苦情这样、啊。对对对，因为我唱大概也是比较这个版本啊，因为我很喜欢瓜芒灰这首歌，因为。他们那时候的这个政权呐、啊，是那时候创作的时候哈、嗯，刚好就是那个时候的政权就是比较怎么讲，比较不稳定嘛，那好像台湾人一直被压抑，对，那可是台湾人又一直想要有自己的怎么讲，就是说虽然去用安尼打压，嗯，可是又不得不，嗯。好好的在一直过日子，也是一直在期待是不是有春天来一天、嗯、那所以他们这个瓜芒灰、嗯嗯、你也知道瓜芒灰就是一种就是比较怎么讲，就是说小人你说的寒极有没有都不怕出新脉、哦嗯、他就是比较可以刻苦耐劳的，对，他们就是用这个词来比喻台湾人，其实在当下这个环境虽然是不好的，可是大家还是都很团结、就是想要期待、有一天可以、就是说期待到一个春天的来临、所以才会去创作这一首瓜芒灰。对，而且这个作词家徐碧婷老师一起灰熊五名啊，这个、就是说他的生平实在是太多一些值得歌颂的一些事迹了啦、嗯、那尤其我们台南人都会知道他有写一个这个台语的这个小说的，就是这个《萧红行》《小风神》，对、这个我自己本身也有看过、我觉得是非常好看的、那你看了这个小风神，你会发现他用这种台语的这个角度来去为这写这的故事、其实是非常有趣的。像我很喜欢瓜芒灰里面的歌词，它其实瓜芒就是我们 一直以来的那种感觉，给人感觉就是很，它就是它没有很妖艳，对，它就是很朴素，是，但是它又很坚韧，对，我都做台南精神的，就是很低调的啦，精神很低调，然后很就是很踏实。好，拢用瓜芒灰，白无芳，冷风来摇动，无喜华，无美梦，啥人小听堂。这个叙述了很多在我们环境里面哈，一种无奈啦，就大家无奈啦，对。但是世间人锦上添花，无人来探望，只有月娘清白光明，照阮的迷茫，也是有一种。借由这个月亮哈，那暗时啊，然后看到这个月亮的时阵哈，是，哎，买感觉有较温暖的一种体会哈，那个心情的，让和这个月光被疗愈的感觉。对，就是说，它其实是用一种景色，或者是说这个他看到的一些下去比拟啦，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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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我觉得这个是。你听得懂的人就听得懂他在想要表达什么、那又不会去挑战到当局的一些政权的一些政府的一些敏感度嘛、是对是，所以我们今天也准备瓜芒灰这个较后面的版本啊，对对，因为后面的版本很多改编过了，对，大家可以来听一听这个后面再改编的版本。那我可以唱一段吗？可以的、大家都很期待好不好、好好，
寒梦回白毛旁，冷风来又荡，无希望，无迷茫，谁人笑听通？世间人今上添花，无人来探望，只有月亮清白光明，照阮的迷茫。寒梦回白毛米，思来不着时，无玉箬，无金枝，谁人会介意？世间事，镜花水影，花红有了时。只有风雨温柔摇摆，顾阮的游记。哇，他原曲有三段，我感觉拢真好听嘞。哦，就是你会发现，他是在为台湾人哈说出一种心声呐。哇，今天邓宇贤老师的作品其实真的不止这么少，真的讲不完。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只能用两集的这个人物志来让大家听，多听听几首他的作品。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待会要跟大家说再会啦。对，希望今天节目大家会喜欢。相关的节目内容讯息呢，各位朋友有兴趣的话，可以上城市广播网来搜寻，也可以透过 IG、YouTube、Podcast 等连结来重听。另外，朋友们如果有任何想法，也欢迎到牧歌音乐工作室以及曲盘听讲文化工作室的脸书粉丝专页来留言。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曲盘听游记由文化部影视局补助播出，带您重温古早味的台语音乐时光。